都看完了吧？觉得怎么样？矿总出的东西肯定没什么问题啊。我觉着挺好的，反正我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。领导决定的事儿，我们贯彻落实就是了。其他人呢？行吧，既然你们都没有意见，那我说下我的看法。邝总的这个计划非常完善，但是漏了一个地方。哪个地方？青山公墓。青山公墓往前1公里就是毒贩们选择的交易地点。青山公墓依山而建，出入只有一条路，四面都是悬崖，所以在邝总的计划里。没有在公墓前面安排围堵兵力。我想这不是什么问题吧？毒贩如果真敢往公墓里面逃窜的话，那把山下的路一堵就是瓮中捉鳖了。难道他们还能插翅膀飞走不成吗？你知道斯巴达克斯吗？古罗马奴隶起义的领袖啊，这中学课本都有啊。斯巴达克斯刚刚起义的时候，也被罗马军队困在山上，四周也是三面悬崖的绝地。罗马军队以为他死定了，但没想到他让部下们利用山上的藤蔓做成梯子，顺利逃下悬崖，并且杀了罗马军队一个措手不及，成功从包围圈中突围。这帮毒贩没那么聪明吧？你忘了宋了？安队，那你的意思是，邝总的这个计划有疏漏？当然算不上疏漏了，我只是以防万一而已。那要不要跟邝总提一下？我觉得暂时不用吧，毕竟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测，说出来不太好。那安队，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去解决了？对，你们都是我最信任的战友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打击毒贩，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。这个缺口由我们自己来堵上，但是必须要保密。哦，至于原因，合适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的。你们相信我吗？你都这么说了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，我们不相信你，还能相信谁？就是，安顿是哪儿，我们打哪儿啊！谢谢大家。几点了？时间刚好。喂。好。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李峰叫咱们去前面，前面5公里的地方有个加油站，让咱们现在去加油。这油不还挺多的吗？我哪知道他搞什么名堂，叫咱们去咱们就去呗。咱们要是跑路的时候突然没油了咋整？滚呐，乌鸦嘴，上车。李峰，喂，我们已经到了，把油加满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加个油都要打好几次电话，搞得好像比咱们还紧张似的。这一车好几千万呢，紧张也是正常的。走吧，加油去。开车，咱们走。去哪儿啊？走啊！
吴军，掉头。今晚上不是让你掉你就掉，快！你俩把手机交出来，快点，马上！交易时间了，怎么还不来啊？再等一会儿。峰哥，你到底几个意思啊？老黑的手下出现了叛徒，交易已经取消了。什么？那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别问了，到了自然会告诉你们。他们不会改变计划了吧？啊，都这么长时间了。什么？说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说对吧？毒贩没有出现。怎么会没出现呢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倒想看看他最后能玩出什么花样。撤吧。安队，你说这好端端的，他们怎么就不出现了呢？这种事儿也不能说不干就不干吧。安队，我有个事儿，不知该不该说。说。上次我们开会，邝总说我们内部可能有问题，你说这次会不会是内鬼所为？郭少，你这话可不能乱说，有没有内鬼还没确定呢。再说，从两江过来就我们这几个人。你这么说的话，内鬼就在我们之间了。对，注意团结啊，别乱说话。那你们说，毒贩为什么没出现？这种事儿不好说，他们自己改时间了，历山公安局的情报出了问题，或者他们的保密工作出了问题都有可能。但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，不要说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。嗯，就是，邝总说有内鬼也只是猜测，也有可能是毒贩自己改了时间和地点呗。跟了安队这么长时间了。这种伎俩，我看多了。行行行，你们都对，行了吧？行了啊，走吧。大家都是自己人。你好。你好，出示一下你的驾驶证和行驶证。哎。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。他有枪，走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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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快！这里是指挥中心。
有人注意，所有人注意，青山北路发现一辆可疑货车，有三名疑犯，其中一人持有枪支，怀疑是运毒车辆。来得正好。后排系好安全带，安队要飙车了。满意了吧？害得我们被警察追，看这逼货丢了，不是不弄死你？少给我废话，要死大家一起死！都给我闭嘴！别妨碍我开车。逃脱的，我应该追得上。没意义了，归队。邝总，我让你服从命令。二位爷，不好意思，请接受检查。自己人还来这套啊？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来，搜身。大哥，我说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能不能给个准话？带你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哪那么多废话，去了就知道了。快，老大，没问题。好，吴俊啊，货藏哪儿了？嗯，哼，厉害呀，选的地方不错呀，不愧是吴惧啊。快，谢轮胎。是。那二位爷就请先上车吧。小姐，别来无恙啊！你少废话，倪坤那边那一伙人，你到底搞定了没有？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我们老板说了，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，这次交易保证万无一失，合作愉快。你们钱给足，我们货给够，自然愉快。嗯，把货拿过来。等一下，验货就不必了。我相信你们万老板的诚意。把钱拿过来。
那我们就合作愉快。老朋友又见面倪坤，老朋友，我们可真是好久不见。上次你抢我们的货，我还没有跟你算账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非要进，找死！别急，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。你说的到底什么意思？我得到了一个消息，戴温已经和博士搭上线了。他直接找博士，进货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毕竟在这里经营那么多年，这么点事还难不倒我。我找你是想告诉万老板，他快出局了，要想翻盘，就只有和我联合干掉戴温，我再帮他除掉博士。到时候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了。我会把你的话转告给万老板的。万老板是聪明人，我相信他知道该怎么做的。感谢赵队，请喝奶茶。摩卡还有抹茶，选一个吧。我不喝了，你们喝吧。少队，师傅。哎，有奶茶。这儿。谢谢。怎么了？哎，赵队，喝奶茶。哦，怎么了？到底什么情况？怎么了？不知道。喝奶茶。哦，赵队。怎么魂不守舍的？没有。最近有点累，没休息好。累了就多休息休息，别把自己搞垮了。嗯。邝总他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。难道他真的有问题？进。好，好。安队。我知道了，最新情况，
在山区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。走。黑哥，黑哥，客人马上到。这单别玩了。好，行了，别玩了，收了，干活了。算你命好。鹏哥，鹏哥，鹏哥，南路。哟，老黑，又见面了。对不住了，鹏哥，我这出了点问题，让弟兄们受累了。哎呀，人在江湖飘，哪能不挨刀啊？是不是？人没事就好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两个兄弟。这是吴惧，这是齐天。你就是吴惧，两江市有个很能打的人。就是你，我就是吴惧，还可以吧。年轻人低调谦虚，有前途。他是警察，吴天宝。哼，你在这放屁！我哥怎么可能是警察？兄弟，着什么急嘛？听听胡天宝怎么说。他就是个人渣，他的话能信吗？他把自己老婆卖了，自己在门口放哨呢。老黑啊，你什么意思？他们可是我的人。峰哥，我知道他们是你的人，我这么做可是为了你好，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。好，你说他们是警察是吧？证据呢？证据有啊，那个，各位，就是他，去过我家好多次，有几次还是和一个女警察一起，那女的是两江公安局禁毒总队的头。哎，你说，他和一个女警察走这么近，哼，他不是卧底，也是线人吧？那女警察还经常到你家送东西呢，照我这么说，你也是警察的线人了。她往我家送东西，那是照顾我女儿。再说了，那警察救人为乐，那是应该的吧？啊，你那么热心干嘛？除非你也是警察。哦，各位，哎呦，这位大哥呀，可是个热心人士，前不久帮助警察弄死了宋，你们知道吧？那个宋。是大老板吴歹温的人，他都敢动，他不是警察，他是什么？你在这血口喷人，和警察在一起就是警察。在座的各位，谁没有和警察打过交道？都是卧底吗？帮警察弄死宋，他想搞我，杀我，许他搞我就不许我正当防卫。我们和警察合作就是为了自保。峰哥，这件事你也清楚。老黑啊，他说的都是实话。你这些理由还是有点牵强啊。我说峰哥，你这个兄弟和警察走这么近，是要好好查一查了。我们这才刚来，你就要审我兄弟，这是你的待客之道吗？这么做不合适吧？等一等。
怎么想说了？不就是和警察打过几次交道吗？你们抓着不放干什么呀？想要理由，我告诉你，我喜欢那个女警察，我硬让吴惧去帮忙的，和她没有关系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你也有卧底的嫌疑啊？一块抓了！拦着我弄死你！全放下！带走，带走，走！李峰，快点救我们！告诉博士老黑，小黑吃黑。实在要审他们也可以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峰哥，你说。这宋啊，确实是吴惧干的，没错。我知道你跟宋有私交，但你不能怪他。你更不能公报私仇。我呢，就留在这儿。等事情什么时候有结果了，我再走。如果他们真是警察，任由你处置；如果他们不是，立马放人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如果他们真的没有问题，我绝对不会为难他们，并且我拿胡天宝的脑袋向你们赔罪。好啊。喂，老板，吴惧和齐谦被抓起来了。我知道，但骊山是人家的地盘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这样也好，就让吴代温的人来试试他们的成色吧。根据我的观察，吴惧这小子还真不错，有勇有谋，是个好材料。万一他们被废了，岂不是可惜了？你应该清楚，干咱们这行都是杀头的罪，要保证自身的绝对安全。吴惧行不行，试过了才知道。那齐天呢？无论如何，齐天不能落到戴温的手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进来。邝总，您找我？对，市里有个重要的会议让我参加，这里的事儿全权交给你了。是。好，去吧。李峰，你这个王八蛋，这一路这么难，我们都挺过来了，现在却被你这个王八蛋给卖了，放出去，快点！哎，黑哥，黑哥，你找我？天宝啊，最近老有兄弟在我面前说你。说什么？他们说吸毒的人永远不值得信任。哎，黑哥，你相信我，我虽然不是好人，但是绝对不敢骗你啊。你说那吴惧和禁毒队的头头认识，就是警察，对不对？啊，
了禁毒队的头头和武曲，老往你家跑。你又是什么？黑哥，黑哥，我和顶头还有武曲不熟，他们就是看我女儿可怜，照顾一下他罢了。其实看你这副德行，我也没法相信你做得了卧底。你说你是不是在骗我？哎，黑哥，我怎么敢骗你呢？黑哥，他们照顾你的女儿，你还恩将仇报。我喜欢死你了。谢谢黑哥，谢谢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宁可得罪李峰，得罪博士，也要告吴爵？啊，因为他迟早会威胁到我，威胁到我。我明白了，咱们要灭博士？时机还没到。天宝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如果到时候你证明不了吴惧是警察，他能活，我就只有用你的脑袋给博士赔罪了。黑哥，您放心，那小子现在在我们手上，我已经尽全力证明他是警察。警察不行，线人也可以吗？对，线人也可以，线人也可以。好了，线索是你找到的，就交给你。好好查。我进去，得黑哥批准才行。废话，黑哥说，现在审讯他的事儿，由我全权负责。哼，你说我是什么都可以，你自己要往上贴，能怪谁？没想到吧，今天会落在我手上。说吧，你和那个安宁什么关系啊？你说我跟他什么关系啊？你和一个警察走这么近，除了是警察还能是什么啊？哎，要不你就老实承认了，我保证放你条生路啊。要说我跟他走得近，你不是走得更近啊？你小子胡说什么？对不起吧，我弄死你！心虚了？啊！我可记得那警察经常去你们家看望你女儿吧？而我呢？
只不过是可怜你那卖花的女儿，出手帮她打了一个醉汉，刚好那女警察在一旁，你竟然说我跟那女警察走得近，推理学的挺好啊，啊！你少给我这狡辩！救他我！除了去我家以外，你们俩也经常在一起。问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经常跟他在一起了？反倒是他经常去看望你们家人吧？啊！你看看你可怜的女儿，刚几岁啊，就被你扔到大街上去卖花，到凌晨一两点，啊，生怕拿不到卖花钱回去被你暴打。还有你老婆，好端端的一个人被你逼得吸毒，你自己没钱了，把她逼到夜总会去卖。他们已经早死早超生，你都个屁呀你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别跟我说其他的没用的，你今天要是不老实交代的话，我一定弄死你啊！嗯，我见过人渣，我没见过你这人渣中的极品。你小子打我你！我让你打我！进，怎么样？有新消息吗？安队，山区的毒情非常的严重，大山里的村寨和毒贩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密，因为这些村子里的村民有很多人都参与了制毒和贩毒，他们互相保护，消息灵通，所以要想光明正大的查的话非常难。如果不能明查，那就暗访吧。那片区域可是非常大的，要暗访的话得暗访到什么时候？我都计划好了。吃饭了。我哥呢？死了。死了？对，死了，早死早超生。我他妈跟你们拼了！找死！住手！黑哥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给这小子送饭的，没想到他又抓又咬，我就想吓唬吓唬他。吓唬吓唬他？啊，对。我要是不来，是不是打算直接把他捅了？没有。闭嘴！我是喜欢拿刀子捅人，可是我这个人偏偏最讨厌有人像我，尤其是不守我的规矩、把我的话当放屁的人。黑哥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他是我的犯人，可不是你想动就能动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黑哥，我错了。再有下次。可不是腿上一刀这么简单了。滚！是，黑哥。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说吗？何必大动肝火？伤了和气就不好了。我哥呢？我要见他。这不可能。他是不是警察还没掰扯清楚呢，你知道的，干我们这一行和警察那可是不死不休的关系。不可能，我哥不可能是卧底。
胡金宝在胡说八道。哎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嘛。如果他真的是警察的卧底，那咱们可是会死得很惨的。李峰呢？我要见李峰。你暂时见不了他。虽然吴乃文有交代不能伤了你，但你最好也老实点。我可没那么多时间，一天到晚护着你。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。还真的准备去山里排查呀？当然。我们就这么点人，这地方这么大，怎么查得过来呢？哎，没事儿，都是精兵强将，两个人一组，各自划分好片区。